小学嗰时睇 ETV 睇到人哋画画好靓，跟住自己又想画啦。细个睇到我老豆细个小学画嗰啲画，我最有印象系佢画一幅圣诞老人好靓，跟住就自己又中意搵啲粉彩嚟画下画下咁样嘅。我见过老豆即系放假嘅时候就开个坛喺度画粉彩画，不过佢都系将啲海报画翻做一幅画咁样咯。冇啊，完全冇谂漫画呢样嘢噶。我中学嗰啲系九十年代啦，就电视就好兴话，哇！我个仔睇埋呢啲暴力色情漫画，最好都系抌咗佢。即嗰啲政府宣传片好多好多呢啲叫人唔好睇漫画嘅嘢。咁學校都係咁樣嗌我哋唔好睇漫畫，又話你啲漫畫睇得多就語文能力降低啊，都係呢個說法聽得最多啦。喺呢份工係咪嗰陣時教會介紹嘅？就即係上山路咁樣啦。咁咧，我嗰陣時因為唔中意做翻工咁樣。咁就每朝上去嘅時候咧，就好穩陣咁樣行，超快咁樣衝上去。不過我唔知佢哋有冇放暑假咧，又或者暑假有第啲課程。主要是老師見你上堂畫得好有心機咁樣啦，所以就鼓勵我即係收 art 咁樣啦。但係屋企就想我收電腦啦，因為阿爸阿媽都唔識電腦，所以就想個仔識電腦嘛。咁我就收電腦科咁樣咯。咁會考都係考電腦喎。到咗考完 cert 之後嗰暑假就自己開始買本畫簿自己喺度畫咯，係啊，嗰個時候覺得我真係好中意畫畫嘅咁樣咯，係啊，但係當佢係課餘活動多啦，就有嗰啲網站公司興起啦，即係2000年嗰啲時間，咁就喺一個漫畫網站度做 contributor 咯。佢又好 free 咁樣任你畫乜都得，總之你每日交到一張 A4 嘅份量啦，咁然後佢 pay 一個 salary 月薪俾你咯，係。咁嗰度就做咗一年咯，啱啱一年就啲網站公司爆破啊，係就冧曬啊，係啊，亦都好彩有嗰段時間咁樣嘅，因為嗰時嗰啲網絡經濟就真係抌好多錢，啲人會用呢樣嘢做宣傳，亦都因為有嗰個規模嘅宣傳咧，啲人開始知道有李志海呢個人存在咯。呢盒等咗喺鋪頭廿年啦，應該都冇人買，所以咧佢嘅原材料咧係廿年前嘅原材料啊。跟住個老闆話，如果而家要用翻相同嘅材料去做呢啲磚咧，成本會貴三倍啊。跟住佢仲要強調係三倍，唔係三成咁樣咯。跟住我就買咗佢啦。跟住有朋友講話，最近佢上 Winsor & Newton 嘅網咧，佢話唔係話，就嚟冇顏料出啦，因為全世界嘅蜜蜂越嚟越少啊，冇唔夠播種啊，所以咧要用嗰啲植物嚟做顏料，嗰啲植物唔夠啦。我去韓國想畫嘅故事就係類似咁樣嘅狀態。
即係想講一個人去新界霸地種啲植物嚟到做植物顏料咁樣樣咯。佢本身係一個畫家嚟嘅，但係佢個好朋友死咗之後，佢就唔再畫嘢，又去做呢啲顏料咁樣，跟住令到原本荒廢咗嘅村落咧就復甦翻咁樣咯。然後咧就地產商就要嚟收地啦咁樣咯。見到嗰邊啲漫畫家都係好倒霉嘅喎，咁樣。都不是很倒霉的，都是不能夠單單用畫漫畫來到維生咯。即是他們可能他們的出版都可能是一千本兩千本這樣的，靠那一千兩千本的版税是不夠的一定。那所以那些漫畫家就又做 illustration 啊，又做教書啊，又做其他東西來各方面湊夠生活咯，係啊。咁當發現到大家嘅生活方式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咧，就會覺得都 work 嘅喎，咁咪繼續 work 咯，係啊。即係好似一間工廠咁樣，有唔同嘅生產線咯，未必係每個生產線你最中意嘅，但係佢幫到你生活咯。而你做好每條生產線，你咪係一個好嘅工廠啦。其實你依家主作品主要的收入是嚟自做 design 啊，定係真係你自己嗰啲作品嘅出版啊？報紙專欄啦，版税啦，賣畫啦，少少教班啦，咁樣樣咯。間唔中做設計啦，即係做書咁樣啦，都係。我最喜歡做的就是做自己的書的出版，但是也是最花時間，你又一定要慢慢攤長來做的東西咯，所以 regular 那些報紙專欄算是穩定一點的東西，保持有些穩定的，然後慢慢醞釀自己的著作這樣咯。最初一畢業沒多久的時候就覺得不想在香港啦，跟住，但是又走不掉咁樣啦，係。跟住後來慢慢繼續畫的時候，有不同地方話邀請你過去做展覽啊，咁然後識多啲不同地方的朋友，看他哋點樣生活啊，都會覺得在邊度咧都係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嘅，所以看看你有多喜歡香港這個地方，還有看看你怎樣用到這個地方去發掘題材。所以現在我會覺得香港，你在香港創作和在其他創作，在其他地方創作有什麼不同呢？最不同呢就是香港租金貴，令你生活多了負擔，是的，你要搞定這件事才可以專心一點，是的你去第二個地方呢就租金沒那麼貴，你就容易一專心。我會覺得未來來說呢一定會有一些辦法是可以不用捱很貴的租的，是的。譬如近這幾年又說有些工廠又要改變用途變成一些創作活動的東西啊，或者好像富德樓那樣啊，有些業主擁了整個物業又想用來做創意行業的發展咁樣樣，我估會越嚟越多呢啲地方嘅，睇下你點樣活用佢啦。嗰啲譬如啲字踩咗落啲圖嗰啲咧，執得好辛苦咯。所以下次你可能會整個冇字嘅版本先，想貼翻一次。都係唔未必㗎。
係覺得咁樣執係重要嘅。